紧逼百姓有没有可能一炮腰发发射了，直接干掉飞龙亮。来，我们来搞定这两只 ，OK 了吗？我来示范一下怎么样打最快。我现在掌握到诀窍了。原本预计，假设我正常打，技术够好，应该要四个小时。可这个方法可以把时间浓缩到一个小时以内啊？怎么打？来示范一下给各位看。我们先把巨人叫醒，看可不可以叫醒他。我猜他死了，对，他死了。来，我示范一次给各位看，这个很关键，要开始我的表演哦。进来之后，然后直接结束录影，就你不用再睡觉了，还要遇到一些有的没有的了，不用了。对，而且不怕遇到晚上。射两炮是最安全的，不然第三炮我怕把我的弩炮爆弄掉。靠背。看一下他做多少血，对，没错。四条了，可以了。哎，各位可以准备一波气哦。Luna， 我来救你了！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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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Luna，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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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 但有没有复活啊？我操！复活吧，我复活了！全台目前唯一的屠龙者应该是
没什么问题吧？目前没有人开起来吧，只有我开吧。各位一波气刷过去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一波七啊，各位，心脏的位置瞄准，一波 seven 刷过去，究竟平板星有没有可能一炮幺八发射了，直接干掉飞龙雕？哇哇 ！Q， 谢谢各位，两个方法都教给各位了，当然大家就都知道怎么打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右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喜欢订阅旁边的按下去，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消息。记得分享给你好朋友，我是平板星，我老。